此景称雄鹰展翅。拍完以后看一下正前方，这里呢有一座高大建筑物观光电梯，这部电梯上下落差36米，相当于普通住宅楼层的12层的高。那么在岩洞中呢，安装电梯呢是非常罕见的，观岩呢尚属首家，所以呢也号称亚洲溶洞第一梯，这也就是观岩游览海陆空的空中游览项目。好了，待会儿大家去坐这个电梯，坐上去就坐下来啊，不出电梯门。从空中可以看到湖景。